这个人的嘴里能喷出火来、哎呀，这就是魔术，那人嘴里先含了一种易燃的气体，向来一喷遇到空气就形成了火焰。那也挺威风的，我们也试试吧。这火焰一喷，你那大猪鼻子可就保不住了。不准你使坏青麻子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绝不会伤了我的鼻子的，等着瞧。你看，这是我发明的火箭飞镖。那个新发明酿成了大祸，对不起。是呀，孩子们，火这玩意儿可是不能当游戏的，哪怕一根小小的火柴都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当然火情过大时可以用水扑灭，或者用湿的棉被覆盖起火点，也可以用家用灭火器。但最重要的一步，也是金丸做的最正确的，就是拨打119火灾报警电话。